Hello， 大家好，我是阿神，今天我们要来玩的快，我们今天来举办全新一季的残酷二选一。Hello，Hello， 大家好，我是阿千，大家好，我是冠冠，哦，还有我是冬瓜，我是小瓜，今天我们要来玩全新一季的残酷二选一哦，我们今天要来问大家火锅里面要不要加芋头？要可以没有啊今天呢我们要来玩一款外国人制作的地图，外国人今天是成熟小光是不是御姐小光御姐小光啊我们今天呢看到这个浮夸到一个爆炸的封面还有这个大厅就知道我们今天呢要来玩宝宝们看了两届都还嫌不够的 My Cry Would You Rather 你宁可残酷二选一在今天开始之前呢先来问问大家一个问题啦，在 My Cry中呢如果让你选你想拥有无限的经验值还是拥有无限的钻石的呀？如果你想选经验值的话在留言区打上加一啊，钻石的话打上加二加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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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我娓娓道来你们这群势利眼的家伙这个经验值这种东西啊你经过的时候会发出悦耳的 b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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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声音而且你还经过的时候它会吸收到你的体内好不好啊？钻石的顶多好不好顶多就是在 附近盖盖房子啊有的没有啊像我这么有一个内在的男人啊当然是选加一浅你们偷都很肤浅新的部分啊每个男人就就是固定时间就是嗨那回到正题来我们今天呢要来玩残酷二选一实境秀这是这个系列的第三届这个是在今年初吧没有记错的话我们玩了一张超级好玩的 My Cry 残酷二选一啊他最近改版了对他增加了一到两个小游戏这个样子所以今天呢我们又找来了另外一批 YouTuber 要来参加第三届的 Would You Rather 残酷二选一那么在今天开始之前呢如果大家喜欢这种有趣的 My Cry 二选一 Would You Rather 的话别忘了可以留下一个大大的喜欢那我知道那要是今天如果你有点大大的喜欢的话就不会有人在你的个人小火锅里面丢芋头多丢一点Cinino option 进来就你走进来你接到一个神奇的小地方啊他下来之后来有没有看到正前方我们可以自己选择你想要玩什么样子的游戏啊然后你不想要玩什么样子的游戏这一届手动可以调成让大家自己选好那讲了这么多我们先通通给他如果选 all off 的话会发生什么事他都不用玩就不用玩了耶他都不用玩全部打开好那我们在游戏开始之前先来简单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游戏怎么玩等等呢游戏一开始之后这个主持人呢他会问你两个问题他问的是英文我会帮大家翻译这个样子那你可以选择你自己喜欢的答案例如等等主持人问说喜欢在火锅里面加芋头的站罐罐这个地方那不喜欢的站在我这个地方那我们先通通站好这边等等呢我们三个人就被丢进一个不喜欢吃芋头的小游戏我们获胜的话分数就会比较少一点点但是人少的分数就会比较多一点点大概就是这么玩好那都准备好之后手上有一本绿绿的书给他轻轻按一下右键就可以开始Go 还有人没有 ready 是不想要比赛是不是我要钱拿钱拿钱拿钱我按了你没按呢右手边没有你啦来这里是那个 后台的 ready 的地方然后那个是我们的主持人他现在会跳Ladies and gentlemen现在我是你们的主持人你有没有看到后面后面都是我们的观众超酷有嘞这个有点像是那种实境秀的那种感觉欢迎来到 Would You Rather 残酷二选一现在我将为你们带来很多很多不一样的问题首先我想问你的是 Would You Rather 音乐你宁可要干嘛要想在睡前数羊没有芋头还是玩躲避球
躲避球好了。那出现选项的话呢，你道具栏会出现两个，那选择一个你喜欢的，然后 Q 出去就可以选择了。人越多的话，你通关的分数越少。这个啦，当然是、这个、当然是那个啊，这个啦，一定是这个。会解我吧？这个啦没有没有，躲避球。而且你还记得吗？我以前啊，没有，那是我小学的回忆。我国小超会打躲避球嘞，真的假的？真的真的真的。躲避球之王啊！对，我躲避球之王。你不是长很高，不是很容易被打到啊？没有，灵活的跟一条面条一样。面条哦，你是扁的就对了。对了，我用扭的，好不好？我用扭的。哎，这个躲避球怎么玩呢？这个躲避球很简单，等一下天上会有一头拉库的介甫河啊，它会喷出球球啊，你要想办法不被它打到，就这么简单，就这么 easy， 好不好？哇哦，哇哦，就这么。你好逊啊，好简单啊！我一个转角，他突然往下转哎！你好逊，你救救我！你这样谁来分散我的躲避球啊？谁来分散我的躲避球？噔，好刺激啊！变面条，变面条，快点！十秒，十秒！我现在是面条模式，面条模式，面条模式，面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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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模式。三秒，三秒，等一下，两秒，一秒，结束！哇！来，我们来到了，你们在数羊，你们在数羊。对，现在目前。73啦，73只啦，27七了吧，73只，27，信我一波，27只，27，你相信他，按增加，按增加，他等下选，他等下选26，他等下选26，数字可以增加，对对，你丢床丢床，剩几秒，剩几秒，剩五秒，剩五秒，27，快点，快点 ，OK， 好，就这样，27了，按那个，错了。小乖乖乖正确，瓜哥没分，瓜哥换位置来了，好惨啊！各来第二题，那右手边可以看到我们的分数，还有我们有几望。李宁克，好，李宁克在空中跑酷还是玩？老师说，当然是空。空中跑酷啦，我之前没有跑过过啦，当然是这个啊，对不对？我之前第一届、第二届隐恨啊，通通来跑酷，好不好？大家通通来跑酷，跑酷啊，选择跑哦，超多人选跑酷的。那个瓜哥，那个英文自己加油，好，瓜哥发动。上次只有我一个人跑过，哎，瓜哥，哎，对对，上次只有小光一个人跑过，超猛。这次就不一定了，我死定了啊！来交给我，我之前隐恨啊，你要想办法跑到这个终点线，要跑过去就获胜了。我之前啊是大意了，好不好？这个没有闪是不是？这个平台太年轻了，这是一个年轻平台。你们好自为之，好自为之啊！你好自为之啊！哦，它新版本会变透明哎，它新版本大家会变透明，就是看不到彼此哎。哎，不是喂，跑到别人身体里面了，他根本就看不到其他人，还被抓武德啊？你怎么进人家身体里面的？对啊，人家有说可以吗？人家有说可以吗？我有说可以吗？你就这样进来。他这个新版本比较好哎，虽然看不到对方，但是你至少不会被对方影响到这个样子。是，哎呦，对对对，哎呦，哦 ，OK， 这个是，哎呦，小光你好猛哦，有吗？等一下 ，OK， 怎么了啦？没事啊，没事啊，没事没事。OK OK， 小光你真的好猛哦、啊！最难的不是在这里，最难在这里啊！哎呦喂，会笑会笑，我第一次来到这里耶，失败了失败了，我要再重飘一次。这里怎么飘？这里就哦，就要飘飘飘飘飘飘。我第一次来，我第一次来，时间内超难，这个超难，这个超难，这个要在时间内赶快。哦哦哦哦，我懂了我懂了我懂了，这超难这超难，我们还会摔死哦，还会摔死。对啊，因为我们上来了上来了，然后嘞。然后就跳过去啊，然后就剩22秒，剩20秒了，我知道，完了，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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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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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又是什么鬼地方？剩13秒 ，OK， 等他等他，平台没过来，大平台平台我在等你，平台呢？快点，快点，平台你动快一点，平台，不要，平台还终点线，你怎么过的？终点线，终点线啊！你宁可阻止机器人的逆袭，还是在一个铁针工厂工作？我来个机器人好了，我不要告诉你们，我来个机器人。哎，不，我告诉你们好了，我来个机器人。哎，我现在分数最高啊！我没有记错的话，我们最后的时候还会有点像是马里奥派对那个样子，有些特殊奖，例如谁受的伤害最高啊，例如谁智商最低啊。哦哦，那怎么不是我？这么多人去打机器人啊，又是你一个人。大家一起讨伐这个机器人啊！这个机器人怎么办？这个机器人呢？这些怪物都是一击必杀。
然后你要偷偷逆袭。那当你死掉的时候，你会重生在工厂外面。你有一定的生命数啊，死光了就不能够再复活了。然后还有很多种不一样的怪物，啊哈，有些会破坏周围的东西，有些会射你，然后有些就是有各种各式。哦，这个感觉好难哦。来 你要哦，我们的目标是要杀光三个发光的机器人。好，来，可以。哦，我觉得远距离的用弓啊，小光，慢一点，慢一点，慢啊，谁？是谁？旁边，刚。而且你右手边，我们慢慢来。我杀掉一只了，碎碎碎碎碎，你超棒，还有一只，小光来保护你屁股。好，你帮我保护屁股。对，我保护你屁股。小心，我的屁股怎么？不是，你跑得太快，你屁股有点快。我的屁股有点快，是不是？对，救命！等一下，我怎么又快？好难，那边还有一只，剩面剩最后一只哎。对，剩最后一只，小光。我们一起往右打。这里啊！一起往右打，冲啊，各位！我看到最后一只了。我没了。哇！我干掉了！有哎！碎呀！哎，我们都加两分。耶！那我就躲在旁边，不要。哎，阿瓜哥刚刚也过了啊？没有，刚刚不是瓜哥选哦。罐罐是一个人。乖乖没过，哎，我就来的，李林克，这个是什么东西？李林克去什么实验室或者是喝药水？哇，喝实验室好像是新的哎，我来喝个药水啊，人称欧王阿神，好不好？人称欧王阿神，我喝药水从来没输过了，好不好？骗。我捡到哪个？又是你一个，刚刚又一个。啊，我怎么又一个？你那个英文好自为之。好，维兹，加油啊！来，我们这个喝药水的游戏很简单，等等的，桌上会出现一头拉库的药水啊，有一些是有毒啊，有一些是没毒，啊，你就是要喝一下有毒，你喝就是要喝一下没毒的药水，这个样子。没毒，对，没毒的药水，倒数三秒，来，三二一 ，Ready Go！ 有个进场动画哦，正前方有个女巫，有没有看到？他等等会跟你讲。他等下要转头，敢不敢打赌啊？我觉得阿神喝应该是过不了，没的，100块，我输啊，不要，没有100，我输的话，我下次见到毛毛，我先揍他，揍起来打他。I want to play a game。桌上有8瓶药水，4瓶会干掉你，4瓶不会干掉你。那哦，是你先了，你要先选。啊，他的颜色跟那个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我来喝一个小光色，好不好？小光，好，这瓶干了。干了！死了！咕噜噜，咕噜噜，没事啦，58次，哈哈哈哈哈，溺死，第一个死了。哎，我们家的罐罐也挂了，我不行了，没有，我跳个冬瓜色来喝喝哦，冬瓜色，冬瓜色，我觉得冬瓜会过，会过吧，没那么衰啦。我下次跟那个小光出门的时候，我见到毛毛，我就直接冲揍他一拳。揍他，揍死他！我顺便报警啊，看能勒索你多少钱，大概2亿吧。哇，这么多啊！美金这么贵，毛毛。我要来喝个橘色，我的颜色会死啊，会死啊，会死！哎，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小光有毒啊？没有，小光有毒啊？有毒的男人，有毒的男人啊！小光救我，救我！你不是？不会吧？耶！哇，我也有毒，我也有毒。这阿神没过啊？没有啊，阿青也挂了。我告诉他是挂了。对，他挂掉了，他挂。那这个一定过啦，相信我。我们已经帮你喝掉2瓶毒药水。挂！不可能，他笑了。挂，碎。哎，只有瓜哥一个人过哎，瓜哥一个过也太扯了吧！右手边是第5回合，这是最后一回合了，最后一回合，我就来的。你宁可玩哦，岩浆跑酷新游戏，或者是找到小偷。跑酷啦，敢不敢跑酷啦？我不敢跑酷啊，敢不敢跑酷啦？就是要这个了。哎，两款好像都是新游戏耶，找小偷还有岩浆跑酷都是新游戏。哎，要来玩岩浆跑酷的是我跟阿钱。哦，你们是我们两个。找小偷的是3个。不要了，小光靠你了。跑个酷而已，你们没你。跑个酷而已。他说，好像是说要找这群人里面。然后头像跟他长一样的吧？哦，要找到一样的头是不是？啊，我这里就是要想办法躲过岩浆，跑起来，而且跑起来，不要转头，我掉下去死定了，我死定了！找起来，我死定了，我死定了！我看到岩浆在后面追，岩浆还有胡子，胡子在做冷兵器了，胡子不是胡子在自建，胡子。
老大喊一下啊！哎，是这个吗？胡子在大雅工作室，岩浆耗尽，岩浆耗尽，岩浆这个不是这个，岩浆耗尽。岩浆，岩浆，我过啦！太扯了，好烂！这个，这里，他身上喷钱了！哦，找到人才过关，找到人才过关，换人了，下面了，在哪里？下面。换人了，我换人了。哦，你们要找到多少小偷啊？要找到多少小偷？每个人都要找到。哦，这应该是每个人都要找到，他是自己的分数，他是自己的分数，他不是合作。小光，你打不到，看不到，这超难的。然后你们要找到一定量的小偷，是不是？好酷哦！哇，这个要找，这个有点难找啊，这个这么多人，好难哦。我把就回啊，妈的！你们剩下20，哎，他多了好多款不一样的小游戏哦，好猛哦！天哪，到底在哪里？剩13秒啊，都能找得到啊！没过，哦，完了，剩13秒了，完了，哦，完了，是不是该来跑酷？哑巴，是不是该来跑酷？哑巴，真的是哑巴，是不是要来跑酷？不会吧？不听阿神言，吃亏在眼前。哎呀，获胜！太难了。五关结束，后面还会有一些特殊的奖项，例如最脑残奖，还有最智障奖之类的东西。哦，它上面连牌子都会变诶，好酷！哎呦，该是特殊奖项的时间了。来，首先第一个是什么奖？哎，跑最远奖、马拉松奖。哦，小光跑552格。哎。哇，再来是这个是什么 ？Pacifist， 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哎，受最多伤害的人是6点伤害，是冠冠，6点伤害也可以。我应该要开心吗？应该不是受最多伤害，应该是给别人最多伤害。再来，哎，四个什么东西？四个失败奖是小瓜。耶！所以加失败奖都会加分呢。来，接下来我们看看谁是今天的冠军，冠军是咚咚。动动动动，我把哇！耶！好不好玩啊！我很开心一点呢。哎，很好玩哎，小光分数哎，你失败4次，然后分数紧追我哎，紧追你哎，差2分。哎，这个游戏好好玩啊！这里面有那个哦，这里面有一些客制化的选项可以用，你可以打开这个里面，然后选第一个客制化，然后你可以做你自己的那个讲台，你可以把你的讲台变得很漂亮。我来看看，我打开这个好了。保障讲台，然后你可以选择上一页，然后你的旗帜也可以变颜色，我来变个有没有特别贵的啊，这边这个好，然后你的粉丝，你后面的一些粉丝也可以变，那我来个猫咪好了，我的粉丝是猫咪，那准备好之后就 ready， 准备好就 ready， 我们今天的第二 round， 好玩呢，好玩，它多了好多不一样的小游戏哦，你们刚刚那个小偷那个我也想玩，还有两个人，快，挂哥，来喽，今天的第二 round， 我们来看看今天谁有办法获。啊，其实你如果就算你不赢那个小游戏的话，最后那个智障奖也是有办法让你逆袭哦，对不对？差一点就逆袭了，超好笑的哎！哇，来，好酷哦，好酷！来，这个是五竹 rider， 你宁可 ，ladies and gentlemen， 我的猫咪在后面，你们看到有几只猫咪在后面，零零散散的哦，我也有哦，那是我的观众。那是我的观众，好可爱！谁选龙啊？有个龙哥，有个龙哥在一个地方。该是时候问大家 ，Wood， 就 Rider， 你宁可？来喽！我这叫我们都规定了，选不一样的好不好？不要选一样的一直得分，好不好？都尽量选不一样的。对，尽量选不一样。你宁可解除 TNT， 还是成为一个风扇的维修人员？好像没有过这个，对不对？试试看这个解除 TNT， 蛮靠意志的。解除 TNT 有点像是多少对多少错，然后多少错多少对的那种感觉啊！对对对，你要用猜的，你要用猜的，就是几对几错，几错几对。我对，那问题是这么大的。这个历届以来好像没有人过这个哈。可小怪，自己慢慢猜。好，来这个东西怎么玩嘞？这个东西就是会有风扇在那边转来转去哦。那你的目标呢，就是要想办法往上飘的时候，头不要撞到这个风扇啊，不然你会被切成那个肉酱，会被搅烂。对，有点难哦。就是你要抬头啦，抵达那个绿绿的地方就获胜了 ，OK 吗？好，来喽，各位，头给它抬起来，好不好？一抬，抬头，来抬头，来瞄准好，起飞！太快！风扇管理员，等一下，这个对老人家一点都不友善啊！
风扇管理员，太快了，太快了，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哦哦，啊，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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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行了，不行了，不可能，风扇管理员，啊，看不到喽，谁过了？关关过了，我们两个过了，我们两个过了，屁啦，我差一点点。嗨，我们那个地方还完了，小光这个地方剩下20秒，7秒，完了，小光，不妙了，不妙了，小光，正确答案是紫色、蓝色跟红色，太难了啦，太难了。哎，猫咪会喵喵，哎，喵，猫咪喵喵叫，对对，它是猫，哎。来，第二题 ，Would you rather 你宁可这个是什么？拯救贵族新游戏，或者是走钢丝新游戏？我来个好，哦，走钢丝，那当然是这个啦。但是哪一个？这个啦，那个啦，一定是这个了。敢不敢？敢不敢来陪我走钢丝啦？敢不敢来这个了啦？敢不敢来我走钢丝？走钢丝怎么玩？你没有玩过哎，两个都没有玩过。啊，走钢丝，瓜哥，瓜哥一个人去拯救贵族。瓜哥那款游戏好像是要想办法，就是拯救碧姬公主的样子，你要打怪拯救碧姬公主啊。我们这款游戏怎么玩的？要想办法走过去，掉下去的话你就会挂掉。那你要走到最底部，你才算是获胜，有点小跑酷的那种感觉。来喽，来喽，哎，推荐大家去看一部电影，忘记叫做什么了，《走钢索的男人》还是《走钢索的人》，超好看。走钢索的人，超级好看。有 okay, 有听过？哎，你们的脚，你们的脚在那个地方。嗨，等一下，不要挡在那里。OK， 爸爸来，爸爸来，我们有时间限制，剩下20几秒，29秒啊！啊，看到时间我就吓跳下去了，看到时间就吓到了，是不是？对，不用嘞，剩没几秒，17秒，剩你要冷静，冷静，我在冷静，冷静手抖，掉下去。太甜了！哦，这个瓜哥，瓜哥，我靠！不用介绍了，不用介绍了，太多了吧？我正要介绍你这个地方发生什么事。我觉得的晚上数羊羊，还是躲避辐射蝙蝠？哦，我们规定晚上数羊羊的人啊，好不好？一定要，一定要讲话，不能够这边一二三四，你一定要讲话。好不好，啊，你一定要聊一些话题。好，啊，我不属羊了，啊，对，那我就不去了。对呀，啊，我就不去属羊了，好不好？超难，超难，没有没有属羊讲话。哎，讲个话题不行吗？啊，来，这个辐射蝙蝠，它有什么作用？这个辐射蝙蝠它飞过的地方，它那个方块会消失，非常恐怖，哦，超级恐怖，哦啊，你要想办法活在平台上面一小段时间，活得越久你就越厉害这个样子。好，啊，这个过关才一分呢，怎么大家都选这个？我等下不告诉你们了。哎，之前是不是没有那个绿色的线条啊？啊，以前就有啊，以前就有。你知道老了，喂，记忆力不是很好了，记忆力不是很好。哦，关关怎么又死掉了？我不知道，好危险呢。好危险，好危险，我跟你讲，这里就这边一定无敌啦，相信我。哦，蝙蝠暴走，蝙蝠暴走，拜拜！找位置站，找位置站。蝙蝠暴走，两秒，一秒，耶！过了。乖乖的。欸，右手边的排行榜，我就有一分了。来，第四轮 ，Would you rather？ 你宁可去一个坏掉的实验室，或者是阻止机器人入侵？玩玩看哦，踹踹看这个什么叫做毁坏的实验室，我就选这个了啦。敢不敢都来那个啦？我觉得右边那个机器人太难了啦，好不好？真的吗？来左边啦，来左边啦，试试看啊！你一定不是在左边，我在左边啊！我跟阿仙在左边，真的假的？我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游戏怎么玩，逃脱旅游啊！你们隔壁朋友已经介绍过，我就不再介绍一次了。来，耶，这款游戏嘞，它会有三个关于红石的东西出现在地图里面，然后你会听到哔哔声，哔哔声越大声的话，代表它越接近。那每一个玩家都要收集所有三种不一样的。然后再回到一开始的船上，才有办法获胜哦。还有点像是探险船，然后在地图里面会有很多很多的这种骷髅头啊。这个骷髅头嘞，它有可能是真的骷髅头，还跑出来然后揍爆你。然后你没有办法揍这些骷髅头，你只能够跑，但是这些骷髅头没有办法逃出实验室。哦，好，我们要合作吧？没有，每一个人都要拿到。
每人都要一道。小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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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关关！拿到一个，拿到一个，哎呦哎！拿到一个，拿到一个，先跑先跑，再来再来找第二个。哦，他有三个实验室啦，他有三个实验室，三个实验室总共就加起来三个，所以你要找到。哎，水水水有毒，水有毒。OK， 水水水水不能进去，水不能进去。OK， 我听到 BB 声，听到 BB 声，好恐怖好恐怖好恐怖，六十几秒。找到第二个，找到第二个，找到第二个，小心小心！我的屁股被捅了！哎哎，阿谦，你一直学我走一样的地，再跳下去！我靠我靠 ！Jump scare！ 我没有我没有我没有一直走你的，哎呦哎呦，你那好像危险 ！Jump scare！Jump scare！ 我靠 ！Jump scare！ 完了完了！不要挂杆，小心啊！好恐怖！小心小心！后面后面后面！我靠 ！Jump scare！ 小心小心！我怎么离开这里？我怎么离开这里？我要去挂杆，我要挂杆，还有下一只，这上面这上面。好来来，不是我找到一样的。等一下，还在旁边追我！救命！救命！怎么办？这边要怎么打？这实验室太……这实验室太恐怖！还有这实验室要怎么去？还有这实验室要怎么去？上面有人在射，他应该都是在里面，他应该都在里面，就是两个实验室，就是两个实验室。哦，好好好，哦，很恐怖，很恐怖！我已经来不及了，下面有一只，下面有一只！哇，哎，这个游戏好玩哎！小心，小心，小心！哎，这个探险队好好玩哦！有了，他们过了啦！哇，阿谦，哇！哇啊哇哇！阿谦，我们时间不够，我在这里啦，在这里，你要回到船上。时间到，我也回了第三间实验室，只有两间实验室。我就来到第五回合，我才一分呢，碎哦。哎，你宁可煮蘑菇汤还是弹钢琴？煮蘑菇汤好像简单的。啊，我知道，煮蘑菇汤好了，汤哦，选蘑菇汤哦。人多选蘑菇汤有优势啊！你们没有音乐底子的不要去选。真假的？选弹钢琴的有我阿谦跟完了蘑菇汤两个人很难过。你还想拉人啊？你还想拉人啊，小光？前世记忆啊！蘑菇汤要有团队的。哦，你等一下，你拿什么？拿什么？然后丢进去之后要把它送给那个，就很像煮锅头。Go！ 啊，用看用看，三个人对不对？然后你做好了就送过去，他就会走掉。三个过了我们就过，可是两个人他有新的那个哎。他怎么按？那我怎么做？来，我看一下，我看一下。来，来，怎么没有办法按？看他给，他给什么？看他没有办法按。哦哦哦，丢丢出去，丢出去，丢出去就可以了，丢出去。我现在最后再看他丢出去。你去拿白色，我去拿，好好好。对不起，白色。他改版了，他改版了。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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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了有了，拿到了拿到了。有有，我也拿到，我们就丢到里面去，丢到里面去。他变难了，他不能够用手敲。哦，好哦，然后弹钢琴也改版了，过去给他，我过去给他，有了，给一个了，给一个了 ，OK。然后嘞，然后嘞，然后嘞，接下来下一个，接下来下一个，隔壁好嗨哦，下一个，我拿红色，你拿白色，好，我先拿白色。音乐吗？我努力，我努力，我努力。你拿黄色，我拿蓝色，我背谱好不好？好好好，我背谱，完全不一样。我等下拿黄色，我等下拿黄色。好，我拿蓝色。OK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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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关关，你不是那个很强吗？你可以教我怎么玩这个 in game 吗？啊 ，in game in game， 我现在听不到，我都是讲话声。in game 我也蛮强的啊，为什么不问我？哦，你不知道，你不知道关关 in game 有多强？关关帮忙超恐怖呢。没有没有没有，哦，一般都换你了，换你了，加油加油加油，我们还有4秒，我们来得及，我们来得及。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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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我是不是用错？在你身上，哦，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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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那个村民，给村民，村民有有有有，来来来，46秒，加油加油，是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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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我这怎么玩？我拿红色，我拿红色，我拿蓝色蓝色蓝色，好好好，那 OK OK。谁先拿好就去拿橘色。等等等，好好好，等等等等，等等，过了吗？好，我拿橘色。哦，所以啦，毕业啦。好，我在等你，我等你，我等你。你们剩下10秒钟哦。快快快快快！不，小光。9秒钟哦。8秒钟哦。要锄头没有？锄头。3秒钟哦。有了有了，来不及了。独得3分，我一直往下掉，我一直往下掉，我一直往下掉。来了各位，来了，要结婚了，要结婚了，结婚了。他有些游戏有小改版啊，抱歉，我刚刚以为他是要点右键，之前的版本是按右键。来，记个分数哦，这边特殊奖项，诶 ，Hunter 猎人奖，20个怪物击杀的人是冬瓜瓜哥。瓜哥瓜哥瓜哥，血瓜 ，Loner 孤单的奖项。孤单的奖项，什么十个什么孤单的奖项是都挂科，边缘人奖项，边缘人奖项，这个是什么东西？击退吗？击退吗？
36秒哦，蹲下啦，蹲下啦，蹲下讲，是我，哦、我最爱蹲蹲，我最爱蹲蹲，我是蹲蹲人，加三分，加三分，好，我相信我们应该已经有一个赢家了，我们的赢家是咚咚，我怎么觉得会是瓜哥啊？不会啊，瓜哥，第二届的冠军是瓜哥，我是飞鱼。边缘之王，哎，真的是边缘王哎、欸，边缘也可以获胜哎、欸，哇，太夸张了吧！我第二名哎、欸，我第二名哎、欸，来，我们把那个哎、欸、下一 round 的时候把介绍关掉好不好？然后速度更快一点点好不好？来，哎、欸，一开始的秀关掉，然后游戏新手教学关掉，好，就这个样子，就这个样子。那准备好了吗？我们今天再来玩个一到两 round 好不好？来喽，准备好，三二一 ，ready go！ 好玩，好玩，好玩 ，go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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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 哎呦，阿谦。什么时候拿冠军 啊我有点难啊，我吃不了鸡耶，怎么会这样子？哎、欸、哎、欸，冠哥，冠哥，怎么冠哥是瓜哥，瓜哥，嗯、你看、嗯、是你，你在这里耶，瓜哥，我的头，哎、欸，我进来进来进来，几秒就没了。等下台上好像也会有你的头，有吗？有有，你看台上。你的头，哎、欸，你宁可哦，这超快，哦、你宁可成为一个矿工，还是煮蘑菇汤？有没有人？有没有人煮蘑菇汤？我煮蘑菇汤，好啦。有没有人煮蘑菇汤？我煮蘑菇汤了，走啦走啦，去煮蘑菇汤啦！两个人差点，我去当矿工。啊，没见了，没关系没关系，我们三个一定可以。我跟你阿谦，我来教你怎么玩。阿谦，你要教我？你要去找钻石，然后拿到七个钻石就获胜。等一下，我们来分配工作。我红色，我红色，我黄色，我黄色。那蘑菇汤都很吵，双方不要动。我们还没，我们还没，我们在那个下楼等。好好好，恐龙哦，这个真的是很酷哎！来来来来，所以我们是合作吗？不是不是，自己，这个我要跟去送餐，我要送餐，来喽来喽来喽，他这是有震动哎！下一个下一个，来来来，来过过过，就是我红色我红色，我白色我白色，你拿着十字稿，他会告诉你说那个钻石给的对，给那个啊，手上拿着就可以拿了，对对，手上拿着，不笑，拿着然后会有条线去找就好了，对，我拿着也会有条线。哦，在那里啊！然后先拿那个东西，而且你可以不要偷走我的钻石吗？拿咖啡色，咖啡色也要拿。我这边，你不要偷走，那是我的钻石，那是我的。咖啡色来得及。不，可以，小瓜，可以。哦，我的钻石，来，我的钻石，黄色没拿，对不对？我回来了，这个时间，快，应该蛮充裕的吧？很好，二十三秒，可以，这里有一颗，可以，哎，隔壁好吵。我拿这个，我拿这个颜色的，红色，隔壁怎么那么吵？给你们，好，黄色。我阿信已经毕业了，对，我毕业了，可以，怎么毕业这么快？应该是幸运掉比较多颗，所以我一下就有机会，有机会。啊，我的来，交给，丢进去，来送，赢了 ，yes， 赢了，哇，啊，不是我的钻石，阿神再见了，阿神，啊，不是我的，哦，在这里啦，再见个毛线球啊，过关，过了耶，哦 ，round two，round two， 哦，速度变好快。好爽、啊！大家都加分，大家都加分，会玩的哈，会玩的哈，会玩的，会玩的。哦，就 Red， 你宁可属羊，还是机器人？啊，当然是这个啦，一定是这个。那个属羊至少要讲一个话题，属羊至少要讲一个话题。我们帮选羊的意思啊，对对，属羊我不讲话了，不讲话了。哎，看谁。你选到的是属羊的是考多人的哦 ，no！ 哎，好，我们至少要分享一个话题，我们至少要分享一个话题。我跟你讲，关关跟那个冬瓜会很难，没关系，我们在旁边安静听你们讲话就好。来，抬头，我先分享，你知道吗？阿谦其实在国中的时候有跟我就是跟我收五十块还是多少块去买他的便当，真的吗？对，下一个人，假的，我便当很好吃，哎，下一个人。我要解释啊，我的便当本来就很好吃，有那个价值，我妈亲手煮的，哎，每天煮那么好吃的便当给你吃，哎，对啊，你应该要心存感激吧。好，小光换你，哎，哦，我十六、十七、十八、九、二十二、一，快点，快点，我是。哎，我问一下，它白色只有白色的算吗？都算。哦，完了。哎，小光，你没有分享，小光你要算错，你一个都没分享，你这样不行。我没有算到。你一个都不行，小光你这样不行。不会叫出我答案。不行，小光你要用五十。错了。小光你要用五十，你没有分享，你要用五十。你一句话都没讲，你作弊。四十五吗？我对了，二十四。哦，你们，哎，小光你一个都没讲，你还数错。
没有分享还算错，你没有分享你还算错。来第三段，第三段。Would you rather 你宁可去揍怪物，还是你宁可在工厂上班？好啦，换个地方，换个地方。好啦，这里啦，这里，我就选这个了啦。啊，这里啦，这里啦，这里啦，没什么好多说的啦。不要那个了啦，关关你好矮哦。谁？你的台，你的台子好矮啊！谁？哎哎哎哎哎！很多人要去工厂上班呢。来，这个工厂怎么玩呢？一样是抬头，然后看你的头顶有没有东西掉下来。来，好，好，好 ，Go！ 抬头，抬头，抬头。这里，这里，哎呦，哎呦，这有点多，就跟邦邦一样嘛，对不对？对，这个 in game 很简单吧，上下左右而已 ，easy game 嘛，对不对？不会输，稳住了，稳住了 ，easy game 嘛，哈。你自己干啊！这个行，瓜哥，瓜哥要讲话啊！瓜哥，你不能讲话、啊、怎么输啊，瓜哥？我很，你们不要这样子。完了完了，我的分数啊啊！你说说你就毕业了啊？关关，不是不是邦邦吗？邦邦呢？邦去哪？邦去哪了？耶，我赢了！哦，哎，为什么有人掉下来啊？谁跳下去啊？小公跳下去打哦。原来可以跳下去打哦！只有那个罐罐，罐罐你怎么了？安安安安，大家安安。嗨，我就来的，你宁可，你宁可，拯救贵族还是？我没有玩过拯救贵族哎，我也没玩过，两个都没玩过哎。好吧，拯救贵族啦，大家一起去讨伐啦，大家一起去拯救贵族啦，大家一起打啦，我就不敢啦，不要逃跑啊，来啊，来啦，这个大家一起拯救贵族啊，来啊，鼻子会变长啊。这个公主啊，拯救贵族吧！那全部全部拯救贵族。我跟你讲，这个真的很难。来来，这个怎么玩嘞？这个怎么玩嘞？等一下下，我看看哦。等一下下，他没有介绍啊，要求我，反正就是打怪会回血这个样子啊。然后打守卫，打守卫。这个城堡好酷，这个城堡好酷。我靠，我靠，那个声音没有跑酷好，没有跑酷好，有一点点啊，一点点，一点点。哎呀，哎呀。我进来打怪啊，各位打怪啊！来来来，我的声音容易啊，我的声音容易啊！等一下，等一下，打怪，打怪，打怪！打了，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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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你们在打，你们在打，你们在打！你们在打，在打，狂打，狂打！哎，我死了！打怪才会回血，你就没打，就一直跑才会挂。等一下，我现在还在跑酷障碍啊！我拿了钥匙。哇！太多只了吧！我刚冲进去里面被摸死了。我刚刚我拿了钥匙，我拿了钥匙。好，我们要进到那个塔，我们要进到那个塔。阿谦，阿谦，进塔，进塔。好，爬塔，勇者爬塔，勇者爬塔，勇者爬塔。往下，往下，我进了，进了。我不知道，去往前好了，往前，往前。往前，往前，往上，往上，往上，右转，右转，这边，这边，这边。六个骑士，六个骑士。又有一只，又有一只。打他，打他，打他。等一下，给我补点血，给我补点血。有没有？不到，不到。继续爬，继续爬，继续爬。死了。继续爬，继续爬。我死了。去爬，快快快快往上！哦，好痛，好痛，好痛！我救你，我救你，救你，救你！等一下，我怎么没有补到血？有了，有补到血，补到血，补到血！剪尾刀，剪尾刀！不要剪，不要剪，让我补！哦，碎呀！我不知道，我不知道跳进去那个人好玩，好险哦，好玩，这个好恐怖哦，哎，这个好刺激哦。五级来的躲避球，还是玩老师说？老师说啦，老师说吗？听我的，老师说啦，听我啦，老师说，不要骗我，我看不懂英文了。听我啦，老师说啦，老师说一定是左边嘛，对不对？老师说是右边的，哎，不会吧？嘿，我去左边，哎，怪怪怪，我的。我们安静，让他们好好说啊！好啊，你们加油啊！老师说，交给关关哈。第一乱哈，第一乱。老师说，他说跳或者是和蹲下，跳和蹲下，什么跳和蹲下？你确定？我怎么感觉你在乱翻译？过了，成功了，你看有没有过了？对啦。第二个啊，如果他没有出现老师说的话，就代表不要动哦，就代表不要去做，对，要逆向哦。好，不要动，不要动，不要动。第二项没事嘛，他没讲话。等一下，小公主没挂了。瓜哥，第三关了，第三关了。一秒，对的，过关。换你们，换你们。老师又说了，老师说，哎，全部都是勾引，勾引了 ，kitchen， 厨房去厨房，对对对对对，不是啦，不是啦，去衣柜，去衣柜啦，去衣柜啦。第四关，我来帮你们翻译，我来帮你们翻译。老师说，勾引了 kitchen。你确定老师有说？你确定老师确定有说 kitchen 吗？老师没说。
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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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来颁奖，我们取消掉那个前面的那个教学啊，这速度变超快的、啊。来，这个是安全奖，受到最少伤害的是小光。这怎么会是安全奖嘞？哎，跳跃奖，谁跳最多下、啊？一百八十五次，谁跳那么多？哇！过动儿奖，真的，这个是过动儿奖哎。再来，这个是最后一个奖项，走最远的奖是关关。来哦，颁奖矫情奖，矫情矫情的孩子来喽！这个最后的赢家是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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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我两连冠！哎、欸，没有连冠啦，中间有被中断过一次。哎、欸，好快好快，我们再来玩个最后三乱好了，好不好？迅速解决胜负的那种，迅速解决胜负的那种。哎、欸、哎、欸，他真的多了好多小游戏，我今天还是没有把其他的一些小游戏玩到、欸。哎、欸，有爸爸们会想再看到第四届吗？这个游戏改版改的好勤哦。哇、哦啊！而且他小游戏也好好玩，我喜欢他的小游戏。真的、欸，他在下面，他在台下，他在台下，他上不去。哦，他上不去，颠倒了。你宁可在野外生存，还是走钢丝？我刚刚，我不要在钢丝。到了，野外生存也蛮难的、哦。野外生存，野外生存人越少越难了。不怕，我有野性的直觉、啊。大家都选完了，交给我了。我来了，不要再钢索了哦。这么多钢索，这么多钢索。小光跟阿谦在野外，这个只有三乱哦，这个只有三乱哦，所以每一乱都非常非常非常的重要。我们要加火把，啊、然后要去收集那个收集水跟。哎、欸，我选错了。要让自己饿死，然后去多收集火把。我们家的萤火要是没了，我们就会冷死。我第一跳就喷了。我快靠你了，瓜哥，瓜哥，完了完了，都没了。来，我们来看一下小光区。没有碳。这边有火、欸，这边有树枝，你们要撑100秒，你们要撑。树枝要干嘛？树枝要去丢萤火里面，萤火熄了没？萤火是不是要熄了？哦，你们的萤火熄了，来不及丢了。好了，各位，我们再见了，去了，再见了。OK， 拜。开始变冷了，怎么了？开始变冷，开始变冷了，好冷，太冷了，野外太冷了。阿谦崩溃，阿谦，阿谦不行了，第一大乱，没有任何人得分。喵！来，第二大乱，你宁可跑酷岩浆，还是成为一个风扇？我知道了，我知道了，我就知道这个，我要这个。我风扇没过，风扇没过。我觉得比较简单，就这个，一定就这个了。好了，我这个啦。哎哎哎！哎呦喂啊！是不是要选那个？哦，我不知道哎、欸。这个的啦。我果然我就知道哇！我要是赢的话，加五分。对，我就知道你们不会选这个，所以我只要过关的话，不会失败。要逆袭了，对，我就会直接逆袭了。对，来喽，各位，这什么、啊？我选了一个保守派，不好意思。不要中到，抬头，抬头。我选了一个保守派，帮我们。不会，哎，不会。对对。笑。但是就是尽量往上、欸。我希望这款游戏它可以，它可以就是更新，就是它如果有绿的通道就赢了。哦，你们都过了。要吃了，我怕阿森。等一下，阿森，等一下，你们都看一下，后面有人长。我到屁股了，我到屁股了，到屁股了，来了，来了。这个岩浆来的也太快了吧！出事了，阿贝，阿贝出事了，阿贝，阿贝，阿贝。还想高分啊你宁可去煮蘑菇汤还是去工厂？各位，蘑菇汤啦，蘑菇汤啦，蘑菇汤啦，知道了，知道了，哪里吧？蘑菇汤啦，蘑菇汤啦，蘑菇汤啦，知道了，到哪里了啊？知道怎么样稳定获利了哈？稳定获利也要从风险高的来还是？哎，煮蘑菇汤，一个人煮了，这样子啊，好啊。可以啊，稳定获利啊，这就很像是你进入到股票市场之后才发现，没只有你一个人进去啊。不是，你要听我解释，是我是选错，我不能按错。对，我也是选错，我刚想相反的。我可以啦。哦，你们这群没有在看英文的，你们这群没有在看英文的，我看不懂啊，很低分啊，对不起啊。我一个人没办法啦，好不好？再见了。没有在看英文的、啊、原来是我翻译的问题啊。你刚才顺序讲错了。哦，讲错你们就不会选了是不是？煮蘑菇汤嘛，我想说，哦，那煮蘑菇汤应该在左边。
哇，他先过了，好猛啊，剑！好猛啊！不行了啦，一个人的那个 Overcook 好玩吗？ Overcook 地狱厨房好玩吗？真的很地狱，好玩吗？小光，好不好玩啊？我是觉得还蛮地狱的啦。你还剩下一分钟，你还有几个客人啊？我还有三个客人啦，我是觉得还蛮地狱。你知道我第一题就有三个汤吗？四个材料要选，还好你剩下两个客人啊，你要表现给大家看哦。你这么强，对不对？这么厉害，对不对？你要不要在干脆在水里面泡澡啊？好像也不错哦，好像也不错。可以，那完成就可以去创业了哈。对啊，可以创业，可以创业，可以创业。哎，你剩十几秒，我觉得你有机会。来的，打个 QQ 球，不要，你是有机会。三十秒最好是有办法啦，等下再给我一个两个的，他给你一个的、啊、就有机会啦，没有一个的啊，他的汤至少要两个，他搞不好就看你很可怜啊、哎、最多到五个你知道吗、嗯、20秒来了有机会有机会，冷静太扯了，一二三四五，五个 ，Oh my god！ 我觉得你泡澡了，我觉得你泡澡了，泡澡，招呼吧。我觉得你煮汤了，你把自己丢到汤里了，好不好？你把自己丢到汤里，把自己丢到汤里面。人，来了，哎，比赛结束，我只有两分呢，我只有两分呢。来了各位，啊，其实现在是四分领先，但是我们还有赛外赛，赛外赛，赛外赛，来喽。开始一些特殊奖项的时候了，第一个是小心奖，谁受到最少伤害，零点伤害的人是，哇，追分，再来，跳最多的人奖是，不会，可能是123，跳绳索的，弹跳，小光，哎呦，哎呦。再来是受到最多伤害奖，哎呦，哦不，这我就没有办法了，应该叫我吧，这我就没办法了，哦，阿倩，所以今天的冠军是，感觉起来应该就是，姓阿明签的，阿倩，Right， 今天这集差不多到这里告一个段落，哎，希望大家会喜欢这个 Would you rather 你宁可，哎，如果大家喜欢想看到第二届，哎，如果更多 YouTuber 一起来玩看看我们可不可以再玩到一些我们没有破过的关卡的话，别忘了可以留下一个大大的喜欢，那我知道我们下一届见咯， See you guys， 拜拜。